什么新的行程跟着别人来看是嘉义爱乐管弦乐团伫咧四合音乐在民雄表演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钢琴王子陈冠宇除了钢琴独奏之外，佮含嘉义馆长张华官四手联弹《黄昏的故乡》，带予在场观众惊喜。去年成立的嘉义爱乐管弦乐团，四合再度举办音乐会。主办单位特别招来880把的钢琴和钢琴王子陈冠宇来表演，民众慕名而来。整个演奏厅是人山人海。陈冠宇弹奏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五号交响曲，当场也和张华官四手联弹，这会演奏《黄昏的故乡》，感觉演出带予观众惊喜。啊，我得开两点钟的时间吼，去练习单音的啦。其实40年前我也摸过钢琴，但是我都无迄种耐心啦，所以只会基本手法哦，而且我还故意把它弹错，我就是要考验我们嘉义的民众哈，到底哪几音，弹唔对去，还是哈水准还不够，没有跳出来哈，没有准备奖品。不过我想今天这个是一个难忘的快乐的一个周末，我们希望嘉义以后常常有这样快乐的周末，管弦乐可以听。我的处女秀跟这个我们的张县长、小花县长一起合作这个四手联弹，黄昏的故乡，好，这个很好听的曲子。那县长真的这个很 talented， 哦，就是在公务繁忙，可是短短时间也把一些重要的旋律给练了出来。张华官表示，家己曾经练过钢琴，因为公务繁忙无持续练习。即个挑选大家真熟悉《黄昏的故乡》和陈冠宇做伙演奏，希望民众一个难忘快乐的周休假日。同时，张华官感谢爱乐艺术总监谢冠虎，热心带予大家丰富音乐响应。世新新闻柯耀宏、闽永香采访报道。